大家好，我是小春哥。2019年的手机市场，我觉得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手机硬件呢不停的升级，屏幕、相机、算力的升级，苹果呢几乎已经都不跟了。硬件资源就是那么几家，安卓阵营拼完整合能力，拼脑洞，竞争激烈了，只好搞价格战。我呢也是越评测越高兴，这活看起来越来越容易。如果说硬件是原料，那各家的手机系统就是大厨了。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这盘菜好不好吃还真得结合起来看，调料放得好不好，火候和炒工如何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iOS Emotion UI、 米 UI、 Color OS、 轻 OS， 看一看各家的真材实料碰上手机系统这么一个大厨，炒出来的是一盘什么菜。老字号的 iOS 啊，那是不太在乎原料的，苹果呢也很少宣传配置，除了说一说存储容量之外，也就是按个头来选择了。 iPhone XS 啊，虽然只有 4G 的运行内存，但是系统整体的流畅性依然占优。 iOS 系统啊，在规划的时候，屏幕的触控和视觉反馈的优先级就非常的高，体验起来就是快流畅。苹果软件商店呢，对于隐私系统的安全和体验的保护非常的有成效，那和自家软硬件的全家桶的无缝连接， Apple Watch 可以解锁 MacBook， 迅速传递大文件的 AirDrop 几乎没有闪退卡顿，用起来就是那么的踏实放心。但是啊，通话录音、流量监控、广告拦截、长截图、自定义手势，那是通通没有的。华为呢，在欧洲市场表现得特别好，每年旗舰机型都是在德国IFA展上发布的。说到德国，严谨一丝不苟，调料都得按照菜谱来放，说几分钟那还得倒计时来控制，这个气质啊，特别贴合华为理工男的严谨特性。所以呢， Emotion UI 处处体现出理工男的严谨，功能是面面俱到，环环相扣，界面啊，估计都是设计师用了不少黄金分割算出来的。通过呢静态编译替代动态编译，很好的解决了安卓系统存在的流畅度、内存被占用和电量过快消耗的问题，当然这也大大增加了 APP 开发的难度。各种华为系统独有的 bug 让开发者崩溃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反而是华为棋高一招，让开发者们提前熟悉了脱离安卓系统的开发难度，指关节操作的手势用起来特别的爽，双击截屏、S 长截图、中间下滑可以分屏，这个技术呢是 QEXO 的 Finger Sensor 的专利。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啊，这家美国公司的技术能不能在新机型当中应用，恐怕是要打个问号。复杂的菜单、多任务切换时严重的杀后台、较长的等待切换时长、不扁平的落伍的界面，都显得不太能跟得上时代。还好，颜值在线的Emotion UI 10已经在路上了。万物基于米 UI， 这个米 UI 呢就像牛油打底的重庆火锅，味道丰富，到了北京之后又做了很多的改进，可以说是功能最全面的安卓系统。米 UI 分为测试版、开发版、稳定版，测试版每天更新，开发版每周五更新，稳定版一个月以上更新。不管你是开发者、长线用户还是普通用户，肯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版本。扁平的图标简约美观，也越来越适合大众的口味。有的人说用了米 UI 再用别的系统都感觉到自己变笨了，这个其实并不夸张。米 UI 的操作呢简单直白，系统的快速迭代也能带来更多的新鲜的体验。当然硬件不赚钱，成本就得用广告来分摊，不过呢这个度怎么控制，底线能有多高，还得商量着来。小春哥呢最爱吃的就是 KFC 的香辣鸡腿汉堡，不过呀有时候在外面也会买一个山寨版的鸡腿堡来凑合吃。 OPPO 的 Color OS 就有点这个味道。
ColorOS 整体的风格非常的大气，大图标大文字，对于长辈来说是个好事。风格上呢和 iOS 简直是一个双胞胎，但是用的时间一长，你会发现打开某些应用偶尔会出现过度动画卡顿甚至是消失的情况，升级了几次系统都没有得到改观。智能的侧边栏功能是默认开启的，侧栏呢可以快速的切换程序，实现截图这些功能，相对来讲改善了单手的操作体验。那比起重庆火锅版的 MIUI 来，本地适配还是差了几条街。作为卖点之一的 System Boost， 官方呢称之为行为感知系统，根据使用的场景优化系统体验，在旗舰版手机上感受还不深刻。当然兄弟 vivo 的 OS 和 OPPO 一样，也是主打汉堡口味嘛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改进一下，我们追一追金拱门。轻 OS 呢，就像现在流行的轻食，蔬菜沙拉打底，牛油果和烤牛肉，清爽不油腻。作为 OPPO 的同门师兄，一加当家系统轻 OS 最接近于安卓的原生系统，无论是图标还是动画的效果，都向安卓原生去看齐，超级的简洁流畅，动画过渡是安卓里面体验最好的，加上一加七的90赫兹的刷新力，简直是如虎添翼。尤其是关闭大型游戏的时候，一加七 Pro 行云流水。谷歌原生系统的抽屉这个 UI， 把常用的 APP 放到桌面上，不常用的扔到抽屉里，桌面整洁。但是啊，找起来就比较费劲了。清爽不油腻的轻 OS 系统上几乎没有广告，系统更新也比较及时，本地改进也比较多，这个马格斯啊还是可以多去一去的。相对而言，安卓这些大餐我还是更喜欢华为这道德式的大餐，小米米 UI 的这个重庆火锅也可以偶尔的试一试，别的口味我们还是先留给小伙伴们吧。对了，魅族的老板黄章啊，最近雷人雷语比较多，比如说吐槽小米的见人见己见行业，黄章对于雷总的倾囊相助，结果现在是反目成仇，一个进了京，一个在本地发展，有一点不得志。那么三星、锤子、索尼的系统又是什么菜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，发上一两条弹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